写出结构当中有力的字。依照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收录的字为标准，目前制作单位已经查到了有123个字，尽量的写出来。思考的时间不太长，请把握。准备了，照惯例从沈佩欣开始，请作答。靖康耻犹未雪，靖当然是对的。盈盈，凤山高中代表，就直接写立了，漂亮。立。好，台中女中代表黄佩萱，拉，很好，过。蔡佩安，大理高中演讲高手蔡佩安同学，就是斗笠的笠，戴笠将军的笠也是这个笠，对不对？好，过。味道高中林和佳同学，这位篮球文青，位置的位，你哪位？对，佩欣，请。中二中的佩欣。他在哭泣，过。凤山高中的盈盈，过。台中女中的佩萱，哦，赞赞，他觉得他站的已经很久了，过。大理高中的蔡佩安，这念义是吧？义的单字解释，飞翔的样子。义，过。何家欢，哟，漂亮，过。中二中的佩欣姐，五个人振笔疾书，陆续写出了40几个字，谁会先卡住呢？这是臆测的臆，是吧？很强哦。现在几个字了？41了。回忆的忆来了，好极了，过。萱萱，竟然的竟啊，过。安安，哇，你们都好强哦。这边都呢，这是台上站的这五个，就有三个经过全国竞赛的洗礼，进过。佳佳，原来有立这个部分的字这么多，123个字，目前已经写了。佳佳，噔噔，还有哦。有没有这个字？没有，没这人。时间还有2秒哦。当然，你本来想写什么？没有，就随便加个人部啊。身先士卒，你离开了人世间了。很可惜，林和佳淘汰。星星，换你了，请作答。哎呦，漂亮！镜，以铜为镜，可以镇衣冠。镜，过。盈盈，国境之南，过。萱萱。这个章单字怎么解释？玉器，玉器，
哦，弄脏弄瓦是不是这个脏啊？对哦，嗯，过，安安。意就是隔天的意思，对。过，星星。怎么念？张。张。嗯，张力的张吧。四声，四声，张力，张力之气，脏气。这是四川为什么吃辣的原因。因为有很多的瘴疠之气。盈盈，这个瘴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了，障碍的障，过。轩轩，哎呦，他是谁？张。这个字有吗？有有有，什么意思？公婆，公婆是，安安，安安，飒，飒，是风吹的样子，风声，风声飒飒 ，good， 金星。漂亮，火来了，过，盈盈。一堆字都出来了，不过，轩轩，这个的组合有一堆字，你看来了吧？星星，你给了一个很好的开头，陪过，安安，他是谁？呸，呸，骂人。有这个字吗？有，什么意思？没有过滤的酒，没过滤的酒是长这样，怎么念？呸，真是呸啊！是，呸的好，星星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过，盈盈，漂亮，对，轩轩。果然这些不熟的字都出来了，他是谁？福。福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一条河叫做福江。福江，福江在哪儿啊？四川。四川的福江，四川的。安安，哟，漂亮。贝，贝雷，贝。贝单字怎么解释？就是贝蕾花朵，那个未开的花苞。未开的花，花苞。星星，獐头鼠目的獐就出来了。嗯，锦，有这字吗？有，一种会把妈妈吃掉的野兽，会把妈妈吃掉的野兽，是，像虎狼，长得像虎豹，长得像虎豹，生下来就把妈妈吃掉。盈盈。哇，被他抽，被他拿去了。獐头鼠目的獐，你应该先写獐头鼠目的獐。对，当然了，男的放后头写。风水的扭转。嘿嘿，各头一个是吧？过，轩轩。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安安过。憧憬的憧，过。林和佳，我说林和佳，你休息。哦，好喂。漂亮，书童，球童，盈盈过。过。童又有好多字儿。瞳孔又来了，
瞳，瞳孔的瞳。过，安安。好嗨哦，字儿好多哦，写几个字啦？已经68个字，这怎么念？瞳，也念瞳，怎么用？千门万户瞳瞳日。千门万户瞳瞳日啊，瞳这字怎么解释？就是天色由昏暗转明亮的那个时候。昏暗转明亮，就是黎明前将亮未亮的时候，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的感觉。对。哎呦，过，星星。漂亮，潼关过，莹莹，不错哦。对嘛，怎么没人写他呢？中，中，过，佩轩，好厉害你们。星，大家都辛苦了，过，安安，真有这么多。星星学子，生生学子，一直以来都叫星星学子啊。以前这个字有两个读音，早就是星星学子了，念了30-40年了。过，星星，哎呦，是莹莹。这是宰相的宰，能撑船的宰相。过，佩轩，男子加工区的子，子这个字单字怎么解释？高贵，一种高贵的树木。高贵的树木，很好的树木，高贵的树木。过，安安，辣，他念辣嘛哈？对。过，星星，好强哦！你们四个，何家突然在上面看见好突兀哦。龙，过，莹莹，马上就发挥了，你看看，哎呦你，拉拢的拢，佩欣你是风向球，你知道吗？意见领袖，过，佩轩。强，很强，真强，哈哈，你也会，哈哈，借花献佛，你看你一个龙，小笼包一笼，过，安安，啊，我知道下一个字要写什么了，弓，弓，过。星星，现在考的不只是识字量，更考联想力呢。从龙联想到的字，还能写出多少呢？他有没有这么多字啊？其实你就把龙写好，换部首就好了。龙，有这字吗？有。干嘛？窗户。啊？窗户。窗户。哎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寿兰也是这个龙。寿兰。哎，就是刚刚。跟那个龙者龙是一样的一个意思，用竹子做的，用木头做的。OK， 莹莹，培养的培，对嘛？写那么多笔画干嘛？这多好。轩轩过。他还有，他还有，他是龙，亚龙，亚龙江的龙。过，佩安。谁？莅临的莅啊，是不是这样写的？不对啊，不对，重写，快！安安，刚才好像多了几画哎，其实，你看修了几画，修掉一两画，两画。蔡编淘汰 A 位，又回到第一位，请坐的。是不是这样写的？对，你看少两块就对了。莹莹，
啊，还有龙那么多哦。他是谁？泽。泽，恐惧，恐惧害怕的意思。恐惧害怕的意思。哦，过。佩君。对嘛？完了，他又起了一个头了。佩君，你又起了另外一个头了，佩君。过。星星。比赛进入了白热化的局面，三位美少女谁会留到最后呢？有这字吗？有。什么意思？齐等的意思。齐等，就是我们是同一个等级的那个概念，那个并驾齐驱的。是。过一。辫子的辫，你好会哦，你反应还够快嘞。过萱萱，快了，差不多了。 B 过星星，你看吧，你又取了一个头了。辫辫的辫。过莹莹，你看，你又起了一个头。Page B B 过，对，马上把别人可能写的写掉就对了。直觉联想这个字 P， 我 P 了你过。佩欣，他是谁？我帮写的。有这字？没有这字，删掉，快。还有很多啊，时间到，可惜啦！啊，我知道。刚才前面写的就往下写，别人会想到的把它先写掉了。佩欣遭到淘汰，真可惜。现在刘盈盈，请作答。他把它写掉了，避难所的避过。佩君，你也把他待会会写的字写掉。还有，这个组合就好多字啊。他是谁？避。避。避妾。避妾。宠爱的。宠爱的。又过。莹莹。哎呦，薛平贵，过。佩君，他是谁？衣服上折叠的痕迹。过。一。你啊。你有过。佩君，哇，你们俩好强哦，你们两个真的好强哦。他是谁？碧。又念碧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种植物。碧荔，这是一种荔枝，叫碧荔。一种荔枝。一种香草。那个九歌三鬼的披碧荔西带女罗，身上披的很多香花香花香草。过。莹莹，啊，他好厉害啊，他马上就能写出好多相关字。过。佩君，你们俩现在就比看谁多三个字就好。有这个字？脏。有这个字？有没有收？没有收，没收，快删！我的个天哪！这叫做很多龙的意思。有没有收？怕。三龙有没有？我就是没有收，没收，没收，有这个字没收。你时间大概剩下3秒多哎。来了，好了没有？
神鸟快点来。他是音有没有音乐的音？音乐的音写过了，写过了，可惜了。佩轩淘汰，恭喜本周周冠军凤山高中的刘盈盈。哇，你们在群雄争霸真的非常的好看，我第一次看到被淘汰的人在旁边站这么久了，你站了快一炷香的时间了。一共找到了123个字，而你们写了117个字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来。